二号，请上台。大家好，小女子上台一鞠躬，请听三个和尚。山腰上，树林旁，废弃寺庙真肮脏。小和尚破庙当家喜洋洋，没溪水有水缸，只得下山把水扛。不喊累，不怕脏，打扫干净挑饭香。有一天来了个瘦和尚，肚又饿，口又渴，一口把水喝半缸。小和尚急惊慌，担心没水煮饭汤。喂，瘦和尚！请你立刻把水补满缸。啊，小和尚，你好心肠，我先休息好疗伤，等明个天一亮，我必扛水来补偿。瘦和尚伸伸懒腰，我赶忙地告诉小和尚：“你看那儿还有水半缸，啊，水喝光，我再出发把水扛。”小和尚气发狂，只能念经把事忘。谁知水一光，瘦和尚吆喝小和尚：“咱们一起住，就应该一起抬水更担当。”两人别再上肩膀，一高一矮，水桶晃摇晃，半桶水都洒路上。哎呦喂呀、河里挑水真是累，不如打扫奉茶当省略。宁可寺庙脏，也不要挑水又洒光光。一月后，来了个胖和尚，剩两口水呼噜呼噜地喝光光。小和尚、瘦和尚气得脸发烫。胖和尚，请你立刻把水补满缸。胖和尚行动迟钝，像大象，喘如牛，汗如雨，累得直嚷嚷。我只喝两口水，我补你一大缸。不公平，我不再扛。说扛水没人想，念经念到口干舌燥也无妨。水缸空空，从此都长蜘蛛网。某晚上庙失火，火儿烧到人身上。来人啊，救火啊，救火啊！再不提水把这庙烧光，三和尚急得泪汪汪，计较什么通通忘，一人一桶来回提水灭火忙。哦，火灭了，火灭了！三人相拥互夸奖，大声称赞你好棒。从此一起打水，一起忙，了解分工合作才是好良方呀，好良方。我听故事才学到，分工合作真是宝。曾经我家爱吵闹，家是谁做才是好，抱怨只会增烦恼。不如爸接送，妈煮饭，哥洗碗，我打扫，一起完成效率高，家庭和乐，感情好呀，感情好。谢谢大家。时间3分13秒。